家里面闷得很，我们也出去走一下，看看伯伯在那里干嘛。豆豆姐姐，去偷偷抱。他爱偷吃。偷吃啊？这个小金海苔好不好吃啊？好吃。你看我们那个小金海苔，那个小孩子很喜欢吃的，每次来我们这里就拿一块拿一块。妈妈，这是有花器啊。采出来还能能吃不得劲，采不是该撒下去吗？啊，等一下摘起来，拿起来就好吃，挖起来就能吃到这撒下去就行。还怕贼嘞？你看我天天还没死，天天那么干，要把田挖出来把大石挖出来，然后摘嘛，而且摘干就够了的。对呀，这个是种了田的嘛，哥。哦，他们才采出来，现在准备在睡嘛。你看他们这里，他们种了田用绿化来当地用啊。啊，才采出来煮料去嘛。因为睡房间只没煮，今天没得睡了，就是煮，就是在采出来，然后吃好吃用嘛。上次天干，这个田里就开侧了，这么宽。够吃的差不多了，妈妈。是哦，吃那个吃的嘛，要去买鱼嘛，买鱼嘛，吃不完。我回去算，这两天的小吃，花生跑回去。妈妈，那我们回去了。回去嘛。走了，伯伯喊我们回去了，不给我们在这里耍。不是那个人，没那人了，都是垃圾废品，你回去等着嘛。宝宝现在是着的，把那骨头炖上去。筒骨，这是排骨，煎好的，洗一下，煮一半就行了，太多了。盖上锅盖，慢慢熬。看这熟没有？加了点玉米炖。妈妈，出来吃饭了。卤肉炒黄瓜，瘦肉炒藕片。把这排骨切了。快吃了！妈妈熟吗？熟吗？老妹呀！你再把那点排骨。没有，没完。爸爸，你今天去守路口，听说几天解封说了没得？这不没？没有，还有两三天了。两三天啊？之前说三天，现在又三天了。去年你才来参加。我们厂也干不成了。来，妈妈，放东西。有点忙事，我要去忙事。来，靠近一点，跟你说话，跟你聊天哈。我吃妈妈啊，吃饭了，宝宝吃过了。在哭，刚开始忙着来哭嘛，是吧？我觉得妈妈每次想法都很真的。乖乖，长得乖，天天喜欢打。好了，我们吃饭了。